今天大概大家会历经几件事情，第一个就是你会历经非常复杂的，就是那个 ANOVA 的那个检定的过程。那弄完之后呢，如果今天因为我们有三个小时的时间，后面我们会进入到第十章，那做 Chi-square 检定。那数学上算术上面比较简单哈，就会让可以大家喘一口气。对，然后但是最后呢，做那个回归的时候呢，又是一个有关那个线性的那个检定，那它又有一些比较复杂的计算。那希望说这学期从一开始复习你的统计观念，然后慢慢的把你教你描述性统计，然后接下来就是推论性统计哈。你有没有觉得推论统计是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有吗？有很困难哈。那它最重要的就是说，因为要做推论的关系，所以我们就有那个sampling distribution 的那个理论的 model 协助我们去做推论的过程。好，那所以呢，因为我们要根据那个 sampling distribution 的 model 来做推论的过程里面，所以我们就开始学到 z 分配，我们又开始就学到了 t 分配，对不对？然后我们今天要学到 f 分配，然后 chi-square 就是 chi-square 分配。这个整个的原理其实都一样，只是说你在面对不同的变相、不同的研究议题的时候，你要使用不同的工具。所以你脑袋里面就是说，你一定要有一个主轴。当你进入推论统计的过程，当你进入一个推论统计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当然知道这是一个 sampling， 这是一个抽样的过程。所以我们在做假设检定的时候，我们都先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先检查这个过程嘛，对不对？然后假设检定的时候呢，我们透过一个推论的过程里面去推估母体的结果。假设检定也是一样啊，我们只是想知道说这个样本本身得到这种情况，如果given 母体的情况是那样的时候，是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所以我们在做假设检定的时候，其实也是一样的。那推论性统计在做这个检定的过程里面呢，我们都就是要利用 sampling distribution 的 model 嘛，对不对？来那个做检验，说得到这样的结果，它是不是一个罕见？所以呢，我们有 z 分配，然后我们也有 t 分配。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做那个ANOVA 检定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学到 f 分配。那到时候我们还有一个 chi-square 的分配，这是我们这个学期大概会学到的一个检定，就是在做推论的过程里面，我们会看到几个东西。那但是我要跟你们讲，就是说，即使你有这么多的分配，可是那个背后的道理其实都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讲第六章的时候，在讲推论统计的时候，那个跟大家讲的那个原理，那只是在运用在不同的一个状况，对不对？我们说当我们的 sigma 知道的时候，我们就用 z 分配嘛。那当我们 sigma 不知道，然后我们 sample size 又太小的时候呢，我们就用 t 分配嘛，对不对？就是你要把这些情况要自己要做一些辨识，这样子。好，那我们呢进入我们的 ANOVA 第九章的部分。那上个礼拜呢，我们已经把那个 ANOVA 的原理呢说过一遍，就是说当我们在比较各组那个组别，我们已经从那个 one sample case 叫到 two sample case， 那 ANOVA 其实是处理两个以上的 sample case 的那个那个就是看群体之间的那个群体之间的比较，这样子。那大家有把我上个礼拜发给大家的讲义带来吗？好，那份讲义呢，到时候你要留着，因为我们在做你的作业的时候，我们也会用到。考试我应该也会考这个部分。那它是一个我们教完 ANOVA 之后呢，就是说在一个显著的状况之下，它又帮我们去检定说，因为我们是两组以上的比较，那可以帮我们检定说，那到底是里面的哪一些组别呢，构成这样子的一个显著性。好，那这个是一个就是多增加一点点而已。好，我们开始再把 ANOVA 的那个整个形式跟大家
讲一遍哈。其实 ANOVA 其实就讲简单，就是讲它就是一个变异量的比较嘛，哈 ，variances 的比较。我们假设我们有三个 group 哈，这个我用这个来讲好了 ，group one，group two，group three。那我们 group one 假设我们下面有三个数字嘛，好，这个 group one one two one three one， 然后 group two one，group two two，group three。two three， 不要，我们用这个坐标好了。然后我们会有一个 group one 的平均数，我们会有 group two 的平均数，我们会有 group three 的平均数，我们也有一个总平均数，对不对？那我们 group one 的 n 等于多少？三。这个 N1 也等于 3， N2 也等于 3， N3 也等于 3， 到这边有没有问题？这样很快吧？到这样没有问题，对不对？那我们讲过说，所谓的总平均数呢，就是等于里面的所有的 XI， 我们这个每这个值，这些都是 XI 的值加起来呢，我们除以什么？除以总 N 嘛，对不对？那我们的总 N 呢，就等于 N1 加上 N2 加上 N3 嘛。那在这边就是333加起来等于9，这没有问题吧？平均数这个都没有问题。OK， 好。那我们想要知道，就是说，如果给大家的讲义里面呢，看一下，它有一个例子，我觉得还不错。大家可以看279页，他说他有一个三组的一个状况，他假设他的第一组组数是234，然后678，然后10、11、12，那他这边的平均数呢？这个是等于3，这个是等于7，这个是等于11。假设它是一个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些值呢，我们在一个 distribution 上面呢，我们如果从一到譬如说1、2、3、4、5、6、7、8、9、10、11、12、13，那我们会发现什么呢？如果就它的分布而言，我们看第一组的呢都在这里，这个 group one 的，我们算 A 好了，好，这样，因为一二三就太那个复杂 ，A B C， 那我们会发现说，A 的都在这里，然后 B 的都集中在这里，然后呢 C 的都集中在这里，你可以很清楚的看到。这三组假设他们是对事情的看法，那个有个量表从一到二十的话，你会发现第一组的他们大概都很集中在比较低的部分，那第二组呢在中间，然后第三组在这边，可以看到组的差异。那这个组的差异呢，我们也反映在这个平均数的差异上面，对不对？就这个用眼睛看，我们用瞄着知道说，哦，我们看到这三组在对这件事情上面的那个倾向上面有非常清楚的差异。那大家看下面那个 data， 一样平均数是3、7、11，可是呢，它给我们另外一个例子，哈，1、3、5，然后3、5、15。然后7、12、14，那你就会发现说，第一组在哪里呢？我们的 A 在这里，它的分布是这样。那第二组呢，在这里。那第三组呢，就是在这里 ，C。
C C， 它虽然所在的组的不同，可是对某些事情的看法其实都是有重叠的地方，对不对？他们就有一些重叠的地方了，所以平均数是一样的，三七十一，看起来第三组的平均数也是大于第二组，也是大于第一组，那跟刚才的情况一样，但是它里面的这个组内的差异其实就很大了。也就是说，构成这样子的一个平均数的内容本身呢，这两个 case 的比较，我们比较可以很肯定的是说，如果有一个在所在的群体的特质的时候，我们的刚才的那个 case one 其实是比较明显的，从它的这边的分布看起来，数字的分布是非常明显的。可是 case two 呢，即使我们的平均数跟刚才 case one 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组内的那个差异性其实是很高的，高到我们有一点不大肯定说，这几组之间对这个对这些对同样一件事情的看法，真的有因为它所在组的差别吗？哈，是因为它所在那个组的那个组的这个特性的差别，还是事实上他们内部的差异其实就已经很大了，根本没有这一组的特性存在，或是这一组对这件事情的一个看法跟其他组其实差异也并不大？好，那我们在做 ANOVA 的时候，我们说我们如果返回到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其实更容易理解嘛。我们想要知道说台联大的四个学校对某一些事情的看法会不会有不一样，那么我们对这些事情的看法不一样，是不是因为校风不同？我们有一个假设是说大学生都一样，不管在什么学校都大学生，可是我们每个学校不都有校训吗？而且校训都不一样，那理论上不同的校训应该培养出不同的学生，理论上，对不对？那谁知道交大的校训？好，我们回到这边来，我的意思是说，ANOVA 提供我们一个工具，帮助我们在了解有没有一些团体的特色，或是你所在的社会团体影响你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好，那课本上也有一些例子，比如说你的婚姻中还没有结婚的、已婚的，或是同居的，或是那对于幸福会有差别，就是说有没有因为程度婚姻状态的感受有所不同，那这个工具我们如果有一些的话，它就可以帮我们去检测说了解一下这样的。课本上面想一想，有没有因为宗教信仰的不同，那么哪些行为是不一样，还有我们也可以回答说，因为你对于党派或者族群是学院，我们最想知道说有没有一些族群的特性在影响对一些事情的看法，那这些就是一个工具。然后我刚才讲说，他为什么要特别举这个例子，就是说以第一个例子而言呢，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他所在的这个群体里面对某些事情确实也比较倾向某一种看法，而很清楚的看到组那个 group 跟 group 之间的那个 differences 的差异，那反而他组内的差异就比较少，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批评说你们什么人，所以你们都怎样。到的时候我们其实在做这件事情，在强化他的族群特色，而怎样里面的是比较同质的，里面什么人都一样，就是你们在什么事情的看法都一样，所以你们都怎样，那相对而言就是你们跟谁是跟其他族群的是不一样的。所以你如果化作数字，你就可以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理解，不然的话我们通常就反驳人家就说，哪有，其实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也都很不一样，我们不是你想象那样子的，我们不是你想象那样，我们并不是怎么都一样。但我们说大家都一样的时候，那就是我们的 non-hypothesis， 并没有因为族群的差异有所不同，懂这个意思吧？当中我们也对一些事情的有没有差异的这件事情，我们常常都讨论当中。那ANOVA 就是一个工具，说如果有一天你就说你觉得就是有不一样，那另外一个人说的时候，你们两个我们就来做一个检定吧。
好，我们来做一个检验，或者我们去找资料，有没有人根据这件事情去收集过资料，然后做过什么？好，这个时候大家就不要去吵了，我们就提供一个工具来做这件事。所以接下来呢 ，ANOVA 的工具其实过了，比较是变异本身总变异，我们说的所有的值跟总平均数之间的那个距离的平方。里面表示来自于组之间的差异的比例比较高呢，还组内的差异比较高？它的理论就这样而已。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计算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再很简单的跟大家讲一遍，就是 variance 哈 ，variance 就是一个变异数嘛，对不对？那我们所谓的总变异数。本好了，虽然我们都用英文的课本，总变异数呢，它叫 of total variance， 简称呢叫做一体而立。我们假设是用第一个来算的话，如果是算用第一个公式的话，其实就是二减掉七的平方加上三减掉七的平方加上四减掉七的平方加上六减掉七的平方加上七减掉七的平方加上八减掉七的平方再加上七的平方再加上十一减掉七的平方再加上十二减掉七的平方，就是这样子的，对不对？那有一个比较简单的方式是说，我们不用写这么多，我们写一条就好了。那它其实就是 x 平方，就是每一个值的平方，所以它就是四，它就是九，它就是十六，它是十六，它是四十九，它是六十四，它是一百，它是一百二十一，它是一百四十四，这些值加起来，所以我们等于什么？四加九加十六加十六加四十九。加上六十四，加上啊，六是三十六啊。哦，对对对对，六六六六三十六，对，太快了，我想成四了哈。加上六十四，加上一百，加上一百二十一，加上一百四十四，减掉。n 就是总个数嘛 ，n 是等于九乘以什么呢？七的平方，结果应该会是一样的。各位同学，你们在算那个你们的作业的时候，哈。应该是这个会这个公式会比较好算。那你如果那个给的例题不多的时候，我建议你就把那个列出来，你就把每个 x 平方排出来，然后你把它加总，这样算出来的话，你的验算也比较不会错。好，我建议你们就是手算一遍，因为你们手算一遍才会知道说这个每一个公式它上面要求你们的东西是什么，这样子。好，有没有问题？总变异的部分。那总变异的部分呢？我们讲过，总变异的部分呢，b 就是 between group， 就是我们称它叫做组间。w 呢，就是 within。Within group， 那我们称它叫做组内。所以这个总变异呢，包含着组间的差异跟组内的差异。所以你接下来你就是熟悉一下组间的差异跟组内的差异，它是怎么计算的，然后它们的关系其实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课本上面它用的方式是说，啊，你就去算。组间的差异算完之后，你用 SST 减掉 SSB， 那就会找到 SSW， 你就不用去算，因为加起来一定是他们的关系是这样，你就不用特别去算 SSW 的。如果你也去算 SSW 的话，这几个加起来一定是这个关系。好，
好，所以呢，我们就再把公式导一下给你们看吧。其实不用导什么，我就把那个公式讲清楚，说组内的差。那 SSB 的公式是什么？这样子等于这个 B 就是那个 sum of square 哦，对，我少讲了一个，就是说它是 sum of square， 我刚才少写了一个 square 了啦哈。sum of square 就是平方嘛哈。sum of square 怎么样呢？ between the category 或是 between the group， 它是讲说 between the category， 我们可以讲 between the group 都没有问题，所以它其实就是一个平方 sum of squares。然后这一个呢，我们讲过说，它其实是每一组的平均数跟总平均比较。那我们第一组呢，第一组的所谓这个每一组的平均数跟它比较，是说我就把每一个值，把这组里面的每一个值呢，都把它当成3在看待，然后这一组7在看待，然后这一组呢里面的值呢，我就把它当成11在看待。所以呢，我用的方式其实是3-7的平方。那因为我每一个数字都当成平均数在看待，我这里面这一组里面我有三个值，所以我就乘以3。好，然后我就加上第二组一样，我一样有三个值，那我的平均数是7，然后就减7。3，那我的值是11-7的平方，我所得出来的就是 SSB。 这边有没有问题？乘以3这个没有问题吧？这个3因为是它的个数，因为我把每一个值都当成平均数在看待嘛，好，所以呢我 得出来就是 SSB。 那 SSW 的算法呢，如果第一种算法就是我刚才讲的 SST 减掉 SSB 就是我的 SSW。 那如果我要去算它的公式的话呢，这个是它的公式，它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一组的值跟我们每一组的平均数之间的一个差异，再把它加起来。所以我们第一组的2、3、4跟3，所以2-3的平方加上3-3的平方加上4-3的平方，这是第一组的 within sum of square within group， 这是第一组。然后呢加上第二组是6、7、8，所以呢6-7的平方加上7-7的平方加上8-7的平方。然后第三组是用它是10、11、12，那它的平均数是11，所以我就是10-11的平方加上11-11的平方再加上11-12的平方，这个就是我 SSW 的公式。那我在给各位同学的那个讲义当中呢，它有这个三个公式的那个比较简单的版本哈，274页呢哈。我们 SST 呢，我们刚才讲过，我们等于 XI 减掉这样对不对的平方，所以呢我们可以等于减掉N 就是 total， 然后是不是刚刚教大家的？好，那 SW 跟 SSB 呢？SSB 呢等于，就是这个呢，你如果慢慢一个做去拆开来，当然是没有问题。好。
那 SSB 可以等于 N group 好，这个然后再减掉 N 就是 total 跟这个就是公式的简要版，好，那你们现在已经知道了那个这个是各组的平均数嘛，好，我加一个 K 就是各组的平均，就是我们的总平均跟总个数，好，那像刚才那一题有嘛，对不对？那这个就是个数，然后各组的平均数，就所以三组的个数乘以平方加起来减度减乘以数的平方，好，这个是一个算数的简要版这样子。那 SSW 呢，其实如果最一开始的关系是我们每一组的每一个值呢跟我们每一组的平均数的平方把它加起来的，好，所以我们就有三组的每一组组内，这个就是所谓的组内的变异的部分。那组内变异的部分呢，如果我们有一个比较简单的公式，这个其实是在给大家讲义里面的274页，因为这个课本里面没有提供这个算给大家补充的讲义在274页上面。好，那这一个呢，这个就是 total 咯，哦，减掉 and k，哦，这样子。你们有没有发现这两个加起来它这两个加起来我们知道说 S 因为它等于 SSB 加上 SSW 对不对？那我这两个公式加起来的时候就是这个公式加上这个公式嘛，那你会发现它跟它刚好怎样抵消掉，啊，少写一个四个吗？SSW 啊，少写一个四个码，是不是？哦，对，这边少写一个四个码。对，这边也少写一个四个码，对不对？哎，没有，没有啊，这边没有，这边没有四个码，对啊。哦，对，这边把四个码，对。所以呢，你们会发现说这一个跟这一个呢，两个加起来的时候刚好怎样抵消掉？有没有发现？有没有发现？所以它，所以，在教的时候，在理解的时候，千万不能够只教后面的部分，一定要先跟大家同学讲说，我们原始之间他们的观念、他们的关系其实是这样，只是说我们在计算的时候就是要一个一个的展开。那后来我们当然可以把它展开来之后，把它那个把它简化，那在计算的时候又会帮助我们计算，用比较简单的数可以带进去，不用一个一个去解一个一个平方这样子，所以我们就有简化版的可以帮助我们计算的部分。好，那 这些就是帮助同学大家在手算的时候可以了解。那当然你就说现在有为什么下个礼拜要上那个 SPSS， 就是说你当然就不用手算嘛，你就把数字给他，你要 ANOMA 他就帮你算出来了嘛。可是你在学习的过程里面你一定要了解，好，透过你的手算的过程里面去了解说原来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你这样未来你在分析 ANOVA 的时候，或者是说你在收集资料的时候，你在使用 ANOVA 的时候，你才会比较有清楚的概念说，哦，原来这样的它的内容它的精髓是什么，好，而不是说很就是到最怕你说只是去背 SST 等于 SSW 加 SSB 就这样子而已，那可是背后其实是组间变异跟组内变异相加等于总变异量，然后我们要比较的是两者之间哪一个是到底是组间的变异，我们希望看到的是组间的变异嘛，哈，组间变异之间的那个差距够大，那可以去那个推翻没有变异的这个虚无假设，我们就会知道说，哦，有没有族群特色，有没有各校的特色等等的这件事情。好，那现在就是在教各位同学在计算的过程里面把这个公式导出来，那所以把这个公式导出来的时候，你也可以很清楚的看到他们彼此之间的一个关系。好，当我们在比较组间的变异跟组内变异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件事情就会发现说，就跟我们前面在算那个
standard deviation 的时候一样，哦，我们这些数值呢将会随着我们个数的增加 而增加，哦，随着数值的膨胀而膨胀，所以呢我们还是要加上一个所谓的平均数，就是把那个个数，譬如说这个是 between group， 我们有三组，这个是我们的组间的总变异量，那组间的变异，那我们要因为我们有三组，所以我们希望找到一个平均的变异量，组间的平均变异量，同样的我们也希望找到一个组内的平均的一个变异量，哦，所以呢接下来同学要学到的就是一个 mean， 就是 MSW 跟 MSB， 简单的来讲就是把我们的这个还有这个总变异量呢，我们就要除以相关的个数，得出来才是一个平均的总变异，平均的变异量。好，那大家知道说算平均数其实很简单嘛，我就是除以个数，对不对？再算组间的 between group 的一个那个变异量的时候呢，我们是 SSB 除以什么呢？除以 k 减一。k 是什么？我们的组数减掉一，那这个就是 degree of freedom 的意义，就是它是一个组间的自由度，所以我们就是 k 减一。k 是我们的组数，我们刚才那个例子有几组？我们有三组，所以 k 减一就怎样？等于二，所以我们这个值是 k 减一，那得出来的就是这个 MSB。课本的228页哈，我们有提到。那 within 呢 ？within 就是说，我的第一组的个数是 n 1，我减一，我 n 2减一，我 n 3减一，那一共我有 k 组嘛？那所以呢，那我们这个总N1 加 N2 加 N3 是不是总 N， 对不对？ N total 嘛，那等于所以其实它就是 N 减 K 就是减掉组数嘛，因为我是每一组减掉一嘛，那所以我一共有三组我就减掉三，所以呢我这个地方呢就是 SSW 呢变成 N 减掉 K 就是我的组数嘛，我就是每一组减掉一个，就我的 degree of freedom 就是每一个 N1 减一， N2 减一， N3 减一。那所以呢，我如果化为一个，就我有几组呢？等于就是因为那个有几组，你就会减掉几个一嘛，所以我们就用 k， 然后这个是总个数这样子。那我们要了解跟组内变异的差异的时候，我们用的计算方式叫做 F ratio。我们称它叫做 F ratio， 其实它就是一个 ratio 的观念，等于是什么？得出来的值呢？我们去看说，如果是在 alpha 等于 0.05 的情况之下，然后以目前这个数字所得到的结果呢，它到底算不算罕见？等一下我们会在这检定的那个步骤再从头到尾讲一遍。但是我们就讲说，我们要聊这个就是组间的差异咯，组间的平均差异，平均的变异比上组内的平均变异所得出来的值，在 alpha 等于在如果我这样同样的事情做100遍，在那个 alpha 等于 0.05 的情况之下呢，好 given 假设每一组之间都是没有差异的情况之下，得到这样的结果是不是罕见？其实后面的推论是一样的。那接下来就是说，我们怎么样去比较 f 值而已，就跟我们前面在比较 z 值是一样的。好，所以呢，算到这边的时候呢，你现在会开始会发现有很多的关系，有很多的数字，所以我给你一个 ANOVA table， 应该会是对你比较有帮助的。好，我先把 ANOVA table 写出来。
SSB 加上 SSW 会等于 SST， 这样有没有问题？好，那因为我们这边我们要算 MSB， 对不对？我们要算 MSW， 所以我们的 degree of freedom 呢 ，between 组间的话就是 k 减一，对不对？组数减掉一嘛。那组内的呢，就是每一组里面都减掉一，所以我是所有的 total 的 n 减掉 k 嘛。那我的 total variance 的那个 degree of freedom 呢，其实就是这两个加起来，其实就是 n 减一。那我的 f 呢，其实就是等于 msb 除以 msw， 这就是我最后检定要得到的值。这个我们称它叫做 ANOVA table。就是他们的关系其实是这样，我们等一下就是等一下就开始进入那个，因为已经把每一个到底它是什么，那他们是什么都已经帮你讲清楚之后呢，我们就拿一个 case 从头到尾来算一遍，然后来做 F 检定。 OK 好，其实它的道理跟我们前面都一样，只是说它的那个算术呢，它的那个公式比较复杂一点，那它牵涉到的组间跟组内的那个变异呢，你一定要那个概念清楚。如果你概念清楚的话，你就不会有混乱的感觉。好，那 B 就是 between， 那 W 就是 within， 就是组内，一个是组间的差异，其实就是这两样东西的组成啊。然后他们彼此的关系其实是非常非常清楚的。好，就像我们刚才的那个算术也是一样的。如果它的公式是这边的话，那这两个加起来绝对是等于它的。所以它的好处是你了解它们的相关关系，你算出来之后你就可以检查你有没有算错，或者说那个反正你大概知道一些 information， 你其他的 information 你就会知道。开始我们要做那个变异数分析，就是 ANOVA 的检定哈。那 ANOVA 的检定呢，一样我们要看，我们有几个步骤嘛。那我们第一个步骤我们就是要先检视我们的 assumption 哈。那我们的 assumption 呢，从在教 ANOVA 的时候到现在，其实我们都在比较什么各组的平均数嘛。我们其实是一个 interval level 的一个 measurement， 对不对？因为我们是用平均数，我们在了解各组的平均数的差异本身是不是代表它有那个各组的特色，所以我们是一个 interval level 的。那我们在讲上一章的时候，我们做那个 two case 的比较的时候，我们因为牵涉到两个 sample 的 group， 所以我们这两个 sample group 一定要怎样？它是一个它一定要是 random sampling， 对不对？它如果不是 random sampling， 就不用再做下去了，因为它没有办法推论。第二个，它在 random sampling 过程当中，我们已经牵涉到 more than one sample case， 就是我们有一组以上的个案，所以我们在抽样的过程当中呢，这些个案一定要怎样？一样相互独立的，不能够相依的。那老师上次也有介绍过说，也有可以处理相依样本的方法，可是我们今天的课，我们这一学期的课我们没有办法教到，但是确实是可以这样处理的。那相异的样本，譬如说你去补习之前跟补习之后，那你的能力，那譬如说同学上过统计之前跟上过统计之后，你的统计能力的差异，好，我们也可以做比较。也就是说我们是同一个人哈，我们那个就叫 dependent case。那我们 independent case 是两组之间在抽样的过程当中呢，是相互独立的，是不能够影响到另外一组的。那同样的，我们 ANOVA 除以两组以上的那个 sample 的时候呢，也是一样的，彼此之间是要 independent。好，所以在课本的231页讲到那个 making assumptions and meeting test requirement， 这个 independent random samples 跟 level of measurement is interval ratio。因为我们算的是平均数，所以它一定是个 interval ratio 的。再来 populations are normally distributed， 也就是说我们所找的这些 group 的他们的母体本身他们都是常态分配的。再来呢， population variances are equal， 好，我们假设他们的变异，他们里面的变异是相等的，这是我们的一个
是一个假设这样子哈。那所以再下来呢，我们的 non hypothesis 对我们的 mu 1等于 mu 2等于 mu k， 那我们的虚无假设就是 at least 哈 mu i 不等于 mu j。这样看得懂吗？这是我的主数嘛，对不对？那假设我等一下例子，我是三组，我就是如果我是三组的话，我就是 mu1 等于 mu2 等于 mu3 嘛。我是四组就到 mu4 嘛。那我这个是一个通则性的写法，就是你有几组，我就 k 组嘛，就是到 muk 嘛。哦，对立假设。那对立假设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的虚无假设是说没有组间的差别，组间的没组没有，就说就像我们比较台联大的学生，我们说大学生都一样，没有因为他是在哪一个学校而有所差别，对这件事情有所差别。那我们的对立假设是说至少其中有一组有差别，就是不相等，所以我可以任何一组嘛，好。那我可以一跟二，或是一跟三，或是一跟四、一跟五，或二跟三、二跟四、二跟五，反正我这种有这里面有各种组合，所以我就是说 at least 至少其中有 i 跟 j， 只要有一组是不等的话，我就可以推翻我的虚无假设。好，所以我的那个假设检定的标示的方式是这样子，所以在231页的那个虚无对立假设的一个设定，它上面写说 at least one of the population mean is different， 那我用的那个表示的方式就是这个意思了哈， at least one population means is different， OK。 接下来呢，我们一样跟前面的在做假设检定一样，我们第一个我们就是要 set up 我们的critical level， 所以我们要设定我们 alpha， 我们 alpha 假设设 0.05。 那我们前面讲过了，我们在做 ALOVA 检定的时候呢，我们是要做 F ratio 的检定。那我们如果有实例经过这个数字算出来的，这是我们的 obtained F。 那我们在做假设检定过程里面，我们一定要个 critical F 嘛，对不对？好，问题是这个要怎么找？好，这里面牵涉到几个值。我们就要找 F 的时候呢，我先把它写出来。好的，这个是那个 F 的K 减一 N 减 K， 然后 alpha。这就是我的 critical F， 什么意思呢？我们的 F 表里面，我们在查 F 的时候，在课本先我们来看 F 表它长什么样子。因为这里面我们会有两个 degree of freedom， 我们一个 degree of freedom， 因为你可以看嘛，我们的 F 这里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其实是 k 减一，这个 degree of freedom 是 n 减 k， 所以我们在查表的时候呢，我们记得在找 t table 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说当 t 等于 0.05 的时候，然后我们按照 degree of freedom 去找出它的 t 值，是不是这个样子？那我们 f 值是一样，只是说我们要两个 degree of freedom。 好，所以你来看 f 表是长什么样子呢？在我们的 appendix D，402页，有没有看到一个 F table？ 402页，大家翻开402页。你有没有看到402页跟403页的表其实长一样，可是有个地方不一样，是哪里不一样 ？P 对不对？它 P 就是它的 alpha 值。我们假设我们的那个就是
它的那个它就是我们讲它的 critical regime， 就是我们的临界的那个区域，我们可以设的比较严，也可以设的比较松嘛。我们 alpha 可以设 0.05， 也可以设 0.01 嘛，对不对？当然我们也可以设 0.001， 只是我们课本没有提供这个表而已。可是你可以设，当然如果要找这个资讯的话，那个我们可以这个表格有哈，我们可以去找。但是我们课本上只给了，因为我们通常比较常用的是这道是 alpha 等于 0.05 跟 0.01。 OK， 好，那你们有没有看到在这个表格，我们这边有个 p 等于 0.05， 对不对？另外一页是 p 等于 0.01， 然后你有没有看到一个 n1 跟 n2？ 然后我们这边从1、2、3到24，然后到无穷大。那它这边呢？这是列。那它行给我们的是从1、2到40、60，然后无穷大，是不是？我们的 F table 是不是长这个样子？横的，就是我们的 K 减一，就是 N one， 就是 K 减一。K 减一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啊。Between group 啊，就是组间的变异量的那个 degree of freedom 嘛，就是 N1 啊，就是你的组数减一。那这里呢，就是我们的 N 减 K，N 这个就是 N 减 K 的值。假设我们刚才前面的举的那个三个 group 的例子，我的 total 是9，对不对？然后我有三组，所以我9减3，那我这边就是6。所以我是在 alpha 等于 0.05 的时候 3， 然后我就找到6的那个值呢，就是我的 F critical 的值。然后我算出来的 F obtain 跟 F critical 去比较，就可以做检定了，是要拒绝或是无法拒绝我的虚无假设。所以查 F table， 好，比如说，好，我们等一下就来看课本，然后找出我们的那个critical 的值。那所以我们的 F 的 critical 的这个值呢，设定 alpha 之后会根据我们的 degree of freedom 在做改变。你不同的 degree of freedom， 你就要去找到不同的 F 值。然后我们来看看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就是说当我的你会发现说这个同样的，如果是只有一组的话，我这边越往下的话，一样的，我的那个值会越小。也就是说，我的个数，我的 sample size 越大的话，我的 F 值就会越小。这边可以看得到哈。好，没关系，我们把那个，我们这个时候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就可以把它做完，就会很简单。所以，但是这里面呢，大家就要注意说，这两个不要搞错了。这个就是 N1 的值，这就是 N2 的值。我们的横至少在课本上的表呢，我们的这个从这边算过去的是我们的组数的 degree of freedom， 那这边是总个数减掉组数的 degree of freedom， 那其实就是可以从这个 F 值这边的 F 来看，就是说其实因为我们的 F 的算法是这两个值相除，所以这两个 degree of freedom 都要带进来一起看。所以 ANOVA table 其实是很重要，这可以帮助你很困惑的时候，记不住的时候，你就回顾一下说，我在看 F 的时候应该要怎么办，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回来就看这个例子咯。其他就是算术的问题了啦，这个观念接下来就会是算术问题了。课本从226页到227页到228页，其实就是我们上一堂课讲的整个 F ratio 的一个计算的方式哈。那你可以看228页的最下面，就是 mean square between 跟 mean square within，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部分。然后呢，它这边它就是用 degree of freedom V， degree of freedom W， 就是这个样子。那它这里的 N1 呢，我们也可以说是 degree freedom 的那个 V， 然后 degree freedom 的 W， V 就是 between， 然后那个 W 就是 within。 所以到这边你上一堂课如果很清醒的话，你应该看得懂这个部分，我们整个都在讲这个部分的逻辑。
好，接下来呢，我们来从230页我们可以来看的这个例子，它到底要讲什么呢？我们来看 Table 9.3 是在讲说 Support of Capital Punishment by Religion。 好，简单来讲就是说不同的宗教的人对于死刑的看法到底怎么样，好的那个程的看法程度怎么样。那这是一个假的一个资料。那我们有几组呢？我们有基督新教 Protestant Catholic 天主教，还有犹太教，还有没有信仰宗教或其他宗教的。好，所以在 Table 9.3 我们可以看到一共我们有五组的资料。那五组的资料大家看这个课本上面它给我们什么，就是说它每一组资料的 X 就第一组里面它我们有82、37，可是它旁边又给我们那个 X 的平方。好，那 X 平方就是我已经擦掉，就是我们在计算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直接用那个 X 平方的公式带进去算，把它加总就可以了。所以以课本的这个例子，好，我们以上面这边的五组，我们第一个叫做新教 Protestant 的，然后我们有 Catholic， 然后我们有 Jew， 那我们没有宗教的，然后我们有 Others， 对不对？那我们每一组里面呢，我们的这个第一组里面，我们的那个 X1 bar 是 12.5， 然后我们的 X2 bar 是等于 21.0， 等于16。然后我们 total mean 等于 16.6。那我们每一组呢，譬如说我把它写出来好了，82、13、17，然后第二个是12、20、25、27，然后12、13、18、21、15、16、23、28，然后10、18、12、12。我们可以看到这五组，然后我们每一组的 N 都是4，对不对？好，那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来检定说是不是因为信仰宗教的不同呢，对于死刑的看法有所不同嘛。所以呢，我要来算 SST。 啊，我写错是不是？ 16.6 哈，好，今天6跟4都不分了，好奇怪啊。来 SST 哈，那 SST 按照这个公式，这个简单是课本是不是我们给这个是 XI 的时候，它就每给一个 X 平方的值，然后我们就把它加起来，对不对？所以那个可以看到说我们所得到的那个值是6148减掉，因为每一个是四个嘛，所以4×5，所以是20再乘以什么16.6的平方。SST 就算出来了，好，所以课本上是那个136.80。那接下来呢，我们来算的是 SSB 好了，课本最喜欢，为什么他特别喜欢算 SSB 呢？没关系，那 SSB 呢，我们可以是4，然后12.5减掉16.6的平方，对不对？然后加上这个课本上就有。我就不用再写下去了，其实它的算法是这样，它就等于 258.8。 这个时候呢，你就用你的 ANOVA table 来算咯。我的 SSB 是等于 258.8， 我的 SST 等于 636.8。 那我的 SSW 是不可以算出来，对不对？因为这个知道，我这个知道，这两个加起来等于它嘛，哈，所以我就可以算出来是378。请问我现在有几组？我 K 是多少？五啊，5×1=4啊。那我的 total 的那个 sample case 是多少？一组有四个，对不对？我一共有五组，所以我是20。我20减掉多少？20减掉5嘛，等于15嘛，所以我的 n 减一其实是多少？
是19嘛，加起来是 total 的5420减到19。好，这个来了。所以呢，它其实就是 258.8 除以4，就是它。然后这里呢是378除以15。所以我们得到的 obtained F 是2.57。好，然后我们刚才还没有设我们的 critical F。那我们的 critical F 呢？ critical F 呢？如果我要去查表的话，我是 0.05， 对不对？我的 alpha 等于 0.05。前面我这边要，请问我的 N1 跟 N2 到底是各哪两个值？4跟15，对不对？就是这个跟这个带下来。所以请各位翻开后面的 F table， 告诉我 F 值是多少？在402页。3.06，对不对？有没有找到？你一定要找到哦。那每个要确实找到这个东西，这个哦。你就先从上面横的去找到第四，对不对？从四往下看。我们是多少？15，所以我们就找到15，就找到3.06的那个值，找到了吗？每个人都要找到哦，哈。好，所以呢，这是我的 critical 值是等于3.06，所以我的 f obtained 的值跟我的 f critical 的值比较出来呢，我的 f obtained 等于2.57，跟我的 F 的 critical 比较起来是怎样？大于还小于？小于。好，因为我们 F ratio 用的都是平方值，所以它绝对不会有负数，它绝对都是正的。OK， 我们就只看右边，所以呢，我是小于 3.06， 因此，请问我要怎样做我的决策？有没有办法 reject 我的 non-hypothesis？ 这个应该可以很快讲出来吧？决策有没有办法推翻我的虚无假设？没有办法，所以我怎么样 ？Fail to reject 我的 non-hypothesis， 无法拒绝。好，我不是说接受我的虚无假设，我是说我得到这样的结果，无法拒绝虚无假设。无法拒绝虚无假设，也就是说呢，我要怎么说？对于 capital punishment 的支持度有没有在这个从这样的结果看起来看不出有因为宗教而有不同的看法 ？OK， 因为我们 fail to reject， 也就是说。看起来信仰宗教不同的宗教对这件事情的看法没有统计上明显的差异，我无法拒绝这样的一个虚无假设，这样子，好，这样有没有问题？其实计算就这样而已，算到这边而已哈。我们翻到课本235页，235页我们看到的，譬如说，它就比较说三个 agency 哈，三个。Agency 在讲那个处理一些 case 的天数，哈，谁比较快，谁比较慢？那我们用同样的方式，一样啊。这个你看哈，你在算这个第一个最重要的，你要了解的，你要辨识，就是说它有几组嘛，然后它的个数有多少，然后它的那个 degree of freedom 是多少，一样是算出来是 F， 哈。那以这一题而言，我要你们先做一件事情，说。在我的 F 等于 0.05 的情况之下，就是我的 Alpha 等于 0.05 的情况之下，你去找到 F 表里面它的 F critical， 请问我一共有几组，我的 K 是多少？在235页，我是三组，对不对？所以我 K 减一，所以我这边是2，对不对？那 N 减 K 是多少？我每一组是多少？十，对不对？所以我30除乘减掉三组多少？27。你能不能找到？
它的 F critical 的值在 F table 上面。多少？找到没有？多少？3.35，对不对？好，各位同学注意看一下这个 F 表哈。如果我用 alpha 是0.01的话，你用同样的方式，你能不能找到它的 F 值？多少？5.49，对不对？所以当我 alpha 设0.01的时候，我得到的 F critical 的值是5.49。那我如果设0.05的话，我得到 F 值是3.35，所以差别很大。也就是说，当你的 alpha 设的比较严格的时候，你的 F 要大于5点多才有办法去拒绝你的虚无假设。可是你的 alpha 只设到0.05的时候，你3点多就可以拒绝你的虚无假设了，一样的道理嘛。好，所以第一个就是说，你看你的研究的需要，你的 alpha 要设的严格或比较不严格。那同样的，如果你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你就告诉人家说，我这次的 alpha 是设0.01，那我的所得到的 F obtain 可能是4点多，我就 fail to reject 我的 non hypothesis at alpha 等于0.01的 level。可是当我们把这个值 report 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但如果它是在 alpha 等于0.05的时候，它在统计上是显著的。因为它是我，但我如果是设 alpha 0.05的时候，那这样的一个结果就是随着对于这个资料有兴趣的人或需要用到的人，在做决策过程里面的人，让他去判断啊。好，我们只能够报告这样的一个结果嘛。那因为你设 alpha 不同，确实会也没有办法去拒绝这个虚无假设。好，这个是大家第一个要注意的。第二个，我们来看这个表格里面呢，我们给的组数，譬如说。那个上面横的，我们有给1、2、3、4、5、6、8、12、24，有没有看到？哈，所以你说老师会不会有13组啊、9组啊、10组？当然会有，只是我们这个表格没有提供那样的一个数字而已。那第二个就是说，好，假设我们的组数也都有了，我们来看下面的 N1，我们是从1到30，我们就跳到40，就跳到60。所以假设我今天遇到一个，我的 N-K 是等于32的话，那我的组数，我的 K， 如果我的那个 N， K 减一是2的话，那我要怎么办？我们刚才是因为有27可以找到，对不对？那我假设是32的话，我怎么办？找34。应该怎么办？如果我只给你这个表格，你要找哪一个值？找34。对，你们要找30。你宁愿找30，不要找40，为什么？30是多少？3.32，对不对？40是多少？3.23。就你宁愿比较保守一点，你把那个 critical 的 value， 哈，你就说你要找的那个值呢，哈，要大一点，比较不容易去拒绝。可以用内差去比，可以吗？还是不用？我们同学做练习就不用了啦。如果说正常来，如果你要弄的话，你们就上网去找，会用 SPSS 找一下也就有了，对不对？就是说我们可以找到正确的那个值。我的意思是说，今天我们现在只有这个表给大家参考嘛，那各位同学在考试的时候也是只有这个表在参考嘛，那万一你手上只有一个非常有限的资料的时候，你就用一个有限的工具去做推估嘛。可是呢，如果你有其他的，平常你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当然有办法去找到最精确的那个值，你就不用说32去找30，你就可以去找到那个真正32的那个值嘛。哈，你可以用那个统计软体帮你去找，那你也可以，反正现在那个搜寻的资料也都非常多，你都可以去找到正确的那个 F 值是多少。听懂老师的意思吗？我是在跟你讲说，如果万一你在做作业或是你在考试的时候，你有限的工具下，那你在找寻这个 F 值的一个原则而已。好，那当然呢，如果你自己在做研究的时候，你当然你要去 report 那个最精确的那个值。那你们下个礼拜去做 SPSS 的时候， SPSS 一定会告诉你那个 P 值是什么。
好，我们等一下会等，我们等一下会讲，就是说在看那个 SPSS 的报表的时候，他会怎么做呢？他会根据我们的这样子的一个结果，告诉你说他真正所在的位置在哪里，他的那个 P 在哪里。那用那个 P 来跟 0.05 来比较也是一样的，所以在统在那个在 SPSS 上面呢，它用的比较就是 P 跟 Alpha 之间的比较。那我们现在在算的时候，因为我们没有那么精确的数字，所以我们就用 F critical 的值跟 F obtain 的值在做比较就可以了。OK， 好，好，所以我们可以看到235页的这个例子最后所得出来的 F obtain 是 12.66 跟 F critical 的 3.35 呢，即使我的 Alpha 设到 0.01 我都可以 reject 我的 non hypothesis， 所以可见是非常非常明显的，这统计上面的差异是非常明显，所以我就可以 reject 我的 non hypothesis。 这三个 agency 在处理这件事情上面的差异是统计上是明显的差异的。基本上这一章就只教到这里。好，那我们讲238页说 ANOVA 检定它的问题是什么，然后再来看我们的补充教材来解决某一样限制的问题。好，238页 The limitation of the test。 看第二段，他说 One important limitation of ANOVA is thatIt requires an interval ratio dependent variable and roughly equal numbers of cases in each category of the independent variables. 我们在做 ANOVA 的时候呢，其实比如说我们刚才就会讲说不同的宗教对于死刑的看法，所以其实这背后已经有隐含着一个因果关系的讨论，自变相跟异变相的讨论。你信仰的宗教是你的自变相，那对死刑的看法是异变相嘛。好，所以他这边讲的是说 ANOVA 的限制呢，第一个是我们是在讨论对那个事情的看法，那它的其实都是一个 interval level 的，我们只能做 interval level， 所以你 nominal 的我们没有办法用 ANOVA 做。第二个呢，你的 dependent variable， 你的那个 independent variable的那个 category 呢，我们刚才教的都是这个 n 呢，我们每一组的组数呢就是 roughly 相等，我们没有很强的差异。好，就是你大概要刚刚好，但如果你有时候没有刚刚好也没关系，但是不要差太大，这是它的限制。好，就说你要这个，这是它的其中一个限，这个在做的时候要注意的限制。那下一段说 Second limitation of ANOVA actually appear to all forms of significant test， 就是说当我们 statistically significant are not necessarily important， 这我们前面讲过了，即使我的结果是可以去拒绝我的虚无假设，可是可能没什么意义，因为可能只是因为我的 sample size 够大而让我去拒绝这个虚无假设。所以也是提醒大家，即使是显著也要回去看看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到底是什么。第三个 A final limitation of ANOVA related to the research hypothesis. This hypothesis is not specific. It simply asserts that at least one of population means indifferent from the others. 第三个限制是说我们的对立假设呢，我们说 at least 的一组的 UI 等于 UJ， 对不对？我们的虚无假设是说，假设从 从 mu1 到 mu2 到 muk 都是一样的，但是我们的对立假设，假设如果我们的结果推翻了我们的虚无假设，我们知道 at least 其中有一组是不等的，可是我们只知道这样子，但我们不知道是谁跟谁不等，谁跟谁等。以我们讲，我们因为我们刚才这个是没有办法拒绝虚无假设，假如说我们可以拒绝虚无假设的时候，我们只知道说当中至少有一个群体跟另外一个群体
的那个有差异，可是他没有办法帮我们辨识出是哪些群体是有差异的，他只告诉我们说这个是无法成立的，只告诉我们这件事情而已，他没有办法帮我们辨识是里面的到底是哪一组或哪几组之间是真正的有差异的，这是他的限制。所以我给大家一个补充教材，就是说我们当我们在 F 检定是显著的时候，我们有另外一个 HSD 的工具来帮我们检定说里面到底是哪几组之间有差异的，这是我给大家的讲义里面，这是其他教科书哈，在这里给大家的。所以可以把我给大家的讲义啊拿出来看，你们可以前面的其实都跟课本上前面讲都差不多，而且这个讲义有个好处，它是用 ANOVA table 的方式在秀哈它的那个例子的结果，所以同学呢很清楚的可以就按照这样的方式也可以继续做练习这样子。好，在这个给大家讲义的283页叫做 A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eans， 这就是说当我的检定的过程里面我拒绝了虚无假设之后，当我 reject 我的虚无假设之后呢，我接下来一个小工具可以帮忙我去判定说那到底这几组之间的关系呢到底是哪一组真的产生了一个差异。所以我们讲说我们可以用的这个方法叫做，我先把这个方法介绍一下好了哈，它叫做，这个人叫做 Take 了哈 ，HSD 的意思就是那个他这个叫做 honestly 在哪里呀、啊？应该是 honestly 的 significant， 我看一下在哪里。刚刚才看到而已，马上它就不见了。它可以是没事哦，这边有，它这边有写说那个，H 其实就是诚实的意思哈、哦。这边好像还没找到，我等一下再告诉你们好了。反正它这个就叫做 HSD， 重点是它的公式啦。第二段有找到吗？哈，在哪里？第二段倒数哦，有 ，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有没有看到 ？honestly significant difference， 第二段的倒数的，对，第二行哈。它的公式还好，但是又有另外一个小的表要看，就是那个 Q 表。我们来用一个例子来看这个课本上面的例子，它一样是那个，我们是用那个三个不同的宗教，然后讲说不同的信仰宗教家庭里面的那个什么会不一样，小孩子生小孩子的个数是不是有不一样。我们知道说像天主教啊就是那个拒绝避孕啊，那会不会是因为宗教的关系，这个家里面的那个就生的信天主教徒的家庭里面的小孩会生的比较多哈，或者是说有没有因为宗教不同，那跟其他的基督新教跟犹太教比较起来的差别是怎样。所以这个课本上面呢我们用的是基督新教，然后天主教，然后是犹太教。你看好，我们统计课本都在用那个西方的宗教做比例的那个比喻，其实你会知道其实西方人他们那个有那个原罪的思想，所以他们那个宗教其实对他们而言宗教生活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反而是我们的社会里面好像不大去谈宗教这件事情，好像大家也没什么宗教的教育哦。好，
就是耶诞节到，你们都是在跳耶诞舞会。你们知道耶稣当年回到人间是有什么任务吗？结果你们现在都在跳舞这样子。OK， 好，不讲这个事情了。好，新教徒的那个平均数，我们来看一下，在哪里呢？好，在200，我们来看一下哈，新教徒的平均的小孩，我们不要用这个 X， 这个3.8，好多、哦。天主教徒是6.2，犹太教是3.2，这是我们三组的平均数。那我们在检定的过程当中，我们先看结果好了。我们的 F obtained 是8.24，那我们 F 的 critical 哈，大家再练习一下好了。我的 alpha 等于0.05，请问我要去我的 F 值怎么找？我这个例子里面呢，我有三组，对不对？我有那个基督新教，我有天主教跟犹太教，我有三组，所以我这边是多少？2，对不对？那我每一组呢？我看他是几个人呢？每一组里面那个是应该是6 ，Group One、Group Two， 几个人？1、2、3、4，每组是五个人哈，1、2、3、4，每组是五个人嘛，所以呢，我的 n 减 k， 所以我一共是15个人，减掉三组嘛，所以我是12，所以22，然后0.05，请问我的 f critical 是多少？你一定要趁这个机会多练习哦。嗯，查表啊，查表啊，你要自己查表，你光看课本这样无效，因为你一定要熟悉多少？3.88，对不对？所以有没有推翻虚无假设？有，对不对？好，推翻虚无假设之后呢，我们很想知道说，哎，其实看得出来这个数字跟他们之间真的有差异，可是我们可以用一个进入这个所谓我们的 HSD 的检定方式。HSD 的检定方式呢，我们要先做第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三组呢，我们要先排列他们彼此之间的，我们就是那个这个叫做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eans， 就是说那个平均数的多重比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那个我们就也可以1、2、3这样排，或者是我们可以按照从小排到大，譬如说X3 等于 3.2， 然后 X1 等于 3.8， 然后 X2 等于 6.2。 那我们排的时候也可以是这样排，等于 3.2， 我们两两相减。那因为他们这一组是同样的，我们就不看了。那第一组跟第三组之间的差别是平均数相减是 0.6， 第二组跟第三组平均数相减是 2.9， 对不对？然后呢，3跟1的比较这边已经有了，所以我们也不用。那1跟3的比较，因为是自己跟自己也不用。好，2跟 6.2 跟 3.8 的比较是多少？2.4，这边我有没有算错？3，对，讲错了，这边是3.0，那这边一样，这就举证。我得到一个举证是什么？各组的平均数的比较，而且我是从小排到大，各组平均数的比较，这样有没有问题？好，这个值我先留着，我要用所得出来结果再来跟我的值比较，这就是我的那个比较方法。那好，我们来看这里，请告诉我，在这个问题里面的 MSW 是多少？看讲义啦。多少？
因为它有个 ANOVA table 啊，应该还蛮容易看到的。它这边没有给你 ANOVA table 哈，那没关系。有没有找到 MSW？ 多少？1.53， 很好。N group。N group 这里面就是说，这时候我们就得每一组的组数都要一样，就是说那个每一组里面的那个值哈的那个group 的值 ，N group 是多少？就是那个五啊，就是每个 group 里面这个没有是这边的啦哈，这每一个 N， 这个 N1 等于五嘛 ，N2 等于五嘛 ，N3 等于五嘛，所以我们就 N group 这边就是除以五这样。Q 呢 ？Q 是什么东西呢？请各位翻开我们的讲义，给你们的最后一页。最后一页看到这个 Table I， 就是这个帮我们求这个 Q 的值。那以这一题而言呢？的 Q 的值呢，上面是讲说 number of means 就是 K， 我们横的就是看组数，然后下面呢一样是 degree of freedom of MS within， MS within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怎么算呢？就是 n-k 对不对？就是 n-k 嘛。那所以请问以这一题而言，它的 Q 应该是多少？就像你在找那个 degree of freedom 一样，找一下吧。找到没？请问我要用这个是我的 alpha 在然后它的 alpha 有 0.05 跟 0.01 的 level， 我们找 0.05 的 level 就好了。有谁有找到这一组的那个 Q 的值？K 我要找多少？先看那个 K 是多少，几组？三组，对不对？那我每组里我的那个degree of freedom 那个 W 就是 n-k 嘛。那我的 n total n 是多少？15减掉 k 是多少？对。所以呢，我就找3跟12，然后alpha等于 0.05 的那一个 Q 值，请问那个 Q 值是多少？找到了，对不对？好，我们就把3.77找出来。那我们得到的值，好，回到这个讲义上面，它给我们的那个值是多少？ 2.09。2.09 所得到的就是一个 HSD 的值，我们把 2.09 回到这边来，只要这些 mean 的 difference 这些相减大于 2.09 的，就是表示这两组之间的 difference 是真的有差异的。这两组大于 2.09？ 对呀，这两组的差异都大。这两组，我是说组跟组之间平均数的差异要大于 2.09， 所以我们是 multiple comparison of means， 是 comparison of means， 不是单组的平均数大于 2.09， 是要组跟组间的差异要大于这个 HSD 的值，我们就看到是，所以是 X2 跟 X3 这一组， X2 跟 X1 这一组的差异。所以其实可以很清楚看，其实我们看纸也知道，第二组是什么？天主教徒。第三组是什么 ？Jewish。第一组是什么？基督新教。就发现说，天主教徒，因为我们就是组跟组就是 μI 不等于 μJ 嘛，所以我们会知道说，第二个群体天主教跟犹太教之间的差异是 significant 的。然后呢，天主教跟基督新教之间的差异也是 significant，
就这样子。那当然我们回到整体来看，就是说真的，其实光看这个数字就知道说这个天主教生的小孩是真的比其他两个宗教大很大。只是说我们因为有时候数字不是这么明显，我们可以透过检定的方式来告诉我们说是哪几组之间的差异是真的够显著这样子。所以他帮我们，所以显然的是第一组跟第三组之间就是真的 no difference 了。好，我们下课，然后我们等一下用课本上的例子，再有显著的例子，我们再用这个 HSD 再做一下练习。因为在课本235页的这个例子，我们在做 F 检定的时候，它是显著的嘛。那因为它是显著的，我们就要进去算它的，看是到底哪几组之间的那个差异。所以你第一件事情呢，你要把这三组的平均数把它找出来。好，那我们的 agency 的 A 的是 7.0， 那 agency B 的呢，平均数是13.0，就在课本的235页就有了。然后 agency B 的话呢，它是15。然后接下来你就要算它的 HSD。那第一个你需要先做一个矩阵，它的矩阵是什么？平均数的差异嘛，对不对？那你即使不要又分大小好了，你就一样是 A。同学有学过矩阵吧？有啦，哈，好。了解，了解，矩阵还好啦。好，所以呢，相减是零，这个相减是多少？是6，这个相减是多少？这相减是8，然后这已经减过了，这已经减过了，所以我的15跟对，讲15跟7比，15跟7比较是8，那15跟13就比较是2，然后是这个样子。要先做这一个，接下来你就按给原来的 information 去找出来这些值，还有 Q 值这样子。MS within 是多少？多少？13.69，对不对？那我们每个 group 里面有几个 case 啊？10个，对不对？好，那请问的 Q 在哪里呢？Q， 你找到了 Q 吗？给我一个 Q 的 number。Q 你要怎么找？你要找我们 alpha 等于0.05的 label， 对不对？然后我们找 Q 的时候，我们需要两个 degree of freedom， 两个，第一个是主数，第二个是 MS within 的 degree of freedom 嘛。那我们的主数是 K。然后呢 ，MS within 的 degree of freedom 是 n 减 k 嘛，对不对？所以你要找 k 是多少的 ？k 是多少？我们现在有几组？三组。那我们 n 减 k 是多少？27，找到了吗？找不到27。要用哪一个值？我们要查 Q 表，不要找错表格了。用的是 Q 表，因为我们用 HSD， 我们找的是 Q。你不要找 F 哦，因为这已经 F 显著了。我们要找 Q， 找不到27，对不对？那我们要找哪一个？24。好，哪一个呢？3.53。好，我们一致同意3.53。答案是4.13，对，我有算过了。所以回来我们看哪几组的差大于4.13，就是这边嘛，这边嘛，所以是 A 跟 B 的差异，还有 A 跟 C 的差距，所以 B 跟 C 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就是 A 组跟 B 组跟 B
跟 C 组之间有显著的差异，那那个 B 组跟 C 组之间没有显著的差异，这样会不会查了？好，我们第九章教完了，我们第九章的作业呢？9:04, 9:08。然后9:10，哎，助教不在，我要交代他，你们就先听着哈。如果你在检定的过程当中已经 reject 你的 non-hypothesis， 请你继续做下去做 HSD。课本上这个课本没有要求，但是老师补充教材，对不对？所以你就拿着老师的补充教材就放在旁边，要继续做下去哦，哦。那你做 HSD 只有在 reject non-hypothesis 的情况之下才可以做哦，你没有 reject non-hypothesis 你就不用做下去哦。因为你如果无法拒绝虚无假设，那就表示各组之间就没有差异啊，都是等于啊，就没有组间的差异存在啊。那就是我们显著之后说，哎，应该有组间的差异，所以我们要进去看看是哪几组之间有差异啊，懂这意思吧？所以当你这个作业的题目，我也不知道是 哪几题到底是显著， 哪几题不显著，一旦它显著的时候，请你继续下去做 HSD。 OK， 所以做作业非常非常的重要，还有这个讲义不要掉了，不要掉了啊，留着考试的时候会问你这方面的问题，这只是多增加一点小工具啦，哦，让你在做研究的过程当中就会比较清楚一点这样子。好，所以我们非常好，好，我们来看个那个跑出 SPSS 的时候呢，大概会长什么样子，因为你们下个礼拜要上，有没有上机嘛，哦，虽然用手算非常的繁琐非常的痛苦哦，可是你一定要手算过之后，你去看电脑的报表，你才会比较有感觉。好，那245页开始呢，其实这个课本是跟我们讲说，如果我们要真的要上机的时候，我们可以用什么样的例子。那大家可以看到最上面那一列说 You are the researcher， 如果你是个研究者，你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为什么有些人呢，有些态度是比较保守，或是有些人的态度会是比较的那个自由哈？不同年龄的人会不会在政治态度上面有所改变？有人会不会是比较崇尚自由的，比较保守的？那是不是我们常说啊，他年纪大了，所以他非常保守哈？比如说像这样子，到底是不是对年纪大的人公不公平哈？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我们有个 frequency table， 不同的 group 的年龄呢，我们就说，哎，在我们的样本里面，我们大概都占1/3、1/3、1/3，有没有看到？哈，这就是我们一个描述性统计。然后大家看247页。我们刚才的那个三个 group 呢，我们就变成1、2、3 group， 有没有看到？那请问你第一个 group、第二个 group、第三个 group， 它有个分别的 n， 有没有看到？455、455跟418，总数是1328，等于他问了1328个人，根据年龄我把它平均分为，他其实在问的时候也可能都有抽样的时候有特别注意到年龄的分配，所以呢，我们可以看到年轻人的那一组有455个人，中年人455人，然后老年人是418人，那平均数没有问题吧？好 ，standard deviation、standard error， 知道它在指什么吧？因为我是样本，因为我是抽样的过程，所以我推论我回推回去的时候，所以因为我是抽样统，因为我是推论统计，所以我有一个 standard error。不然我就 standard deviation 就好了，我的 standard deviation 是我的 sample 的 standard deviation， 我用我的 sample 的 standard deviation， 这是我唯一能够得到资料，我可以算出我的 standard error， 我的 standard error 的公式是什么呢？等于什么？没有 sigma， 是 S 除以什么？根号 n 减一。你们算看看，就是得到的 standard error， 就是每一组的 standard error。那下面就可以看到它的 ANOVA table 了。好 ，ANOVA table 呢，你就可以看到那个 between group 跟 within group， 就是 SSB 跟 SSW， 然后 total 就是 SST， 就是
就是它的总值，然后你也可以看到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哈，然后呢 mean square 就是 MSW 跟 MSB 嘛，然后你可以看到 F 有没有得到 F 值是 98.409， 这就是我的 F obtained 的值。那我说如果我们平常在算的时候，我们说哎，我们就拿这个值跟我们的 F critical 去做比较，对不对？那如果我用 F critical， 我就用 F 的表格，我可以找到的是我一共有三组，对不对？所以我这边是 K 减一嘛，是2，然后另外一个因为我是1325嘛，那我 alpha 等于 0.05。当我到了1325的时候，我就去找那个无穷大的那个部分的了。好，我的 F 表格就会找无穷大，然后会跟它比较。但是我说过 SPSS 呢，它不给，它不用，我们不用这样的比较，它直接就以 F 等于98.409，然后呢，那个这样子，这个它就是一个 P 值，它的 P 值就是它后面的那个 SIN significance 0.000，因为以这个而言呢，如果我真的去找出那个 P 值，应该是0.000000，那它因为已经太小了，所以它就没有列出来了。所以它这个部分给的 significance 是根据所 obtained 的 F 值找出它所在的 P 值。如果这个值呢，这个 P 值呢小于 0.05， 就表示它比我们的 Alpha 要小，就是比 Alpha 更罕，就是 0.05 更小，就是它很罕见嘛。如果它大于 0.05， 那就表示怎样？常见，不罕见，所以就无法拒绝虚无假设。所以在SPSS 里面呢，我们是用 P 跟 Alpha 在做比较。那我们平常在算的时候，我们是用 F 值跟 critical 的 F 值在做比较。当我们在比较 F 值的时候呢，我们要拒绝虚无假设的时候，我们的 obtain 的 F 值要大于 critical 的 F 值，对不对？是不是？可是这个时候，当它越大的话，它的 P 会越小。所以当我跟 Alpha 比较的时候，我的 P 比 Alpha 小的时候，我就可以 reject 我的 non-hypothesis， 是一样的道理。就像我们前面在比较 Z-score 跟 T-score 一样，我的 Z 越大，表示我离那个中间的那个，当我们在做 Z-score 检定的时候，我们的 Z 值越大，就表示我们越偏离中心，对不对？那个几率越小越罕见嘛，一样的 F 值也是一样的。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当你去看统计的报表的时候，它都给我们的，不管是 Z 检定或 T 检定或 F 检定，它都给我们的是一个 P 值啊。它就直接告诉我们说，我所得到的 obtain 的 Z 或是 T 或是 F 值，它的 P 值就是说，它以这样的情况它出现的几率是多少。那我用这个东西，其实我比较的对象是 alpha 值，好，那他们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说我到底是比较这个值，还是比较这个区域而已。OK， 哈，就是跟你们讲一下，在看这个报表的时候要注意的事情。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把第九章结束了，然后我们有30分钟来完成第十章，今天会把第十章讲完。第十章你们将会觉得它非常非常的可爱跟亲切的样子。我们在所谓的假设检定，我们的 non hypothesis， 我们在比较 mu 到底这个 mu 相不相等的时候，其实都是 interval label 的 measurement 嘛，对不对？这个现在大家知道了哈。可是，在我们社会科学里面，有很多我们其实都，不见得都是可以用 interval label 可以去测量。譬如说，婚姻状态、族群、宗教信仰、性别、政治倾向、
这一些呢，我们都很难在测量的时候呢，得到的都是一个数字。我们其实都是男生女生多少人啊，宗教分布多少人，那婚姻状态多少人，然后族群的分配多少人。所以其实我们在社会科学的研究过程当中呢 ，nominal 的 the level 的 measurement 呢，其实很重要，而且也还蛮常见的。所以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来处理 nominal level 的 measurement？ 那课本的第十章跟第十一章、第十二章其实都是在做处理，但我们很抱歉，我们这学期只能讲第十章最简单的 chi-square 啊，后面的如果各位同学有兴趣，你就去修高统啊，就会有这样子哈、啊。那但是它其实也不困难了哈、啊。那我们在要教大家的那个一个 nominal 的一个 level 的一个检测的时候呢，我们通常想要知道，比如说，好，课本上面来看课本好了，我们就是说双变相的 table， 比如说，有结婚的人跟没有结婚的人，对于所谓的自愿组织的参与的程度有没有什么差别？哈，其实你的婚姻状态跟你对那个社会参与到底会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异性？也就是说，我们想要知道是两个 variable 之间的关联性。简单来讲，我们希望知道说，因果关系，其实可能还不到因果关系，我们想要知道两个变相之间的关联。比如说我们想要说有留学经验跟没有留学经验的人，那对于政治的看法到底会是比较自由还是比较保守，就像这样的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说变相跟变相之间的那个关联性。可是变相的测量过程里面，我们是用一个 nominal 的，我们的变相是一个 nominal 的一个 label 这样子。那我们做的这个检定的过程里面呢，变相跟变相之间的检定的过程里面呢，我们用的检定过 的方法，我们称它叫做，这个叫希腊字母，不是 X 平方法，叫做 chi-square。 chi-square 这是希腊字母的 chi， 请不要搞错，我们上一堂课在讲 X 平方，那是数字，现在这个 X 是希腊字母，我们称它叫 chi， 我们称它叫 chi-square。 OK， 好，那 chi-square 的一个那个的那个检定方法呢，其实是很简单。那我们来先来看课本一个例子好了，我们255页给我们一个例子，说想要知道说在它其实用的就是列联表的一个方式哈，我们叫做 cross table， 是 bivariate table， 我们称它叫做课本上面叫做双变相。那好，有一种叫做 cross table 哈，我们称它叫做列联表。好，我用个比较简单的方式好了，譬如说我们想要知道说，交大在收取新生的过程当中到底有没有性别歧视啊？好敏感哈、哦。我们譬如说来申请交大的男生女生，对不对？好，我们说那个入学申请总，我们然后呢被这个那个 yes 的跟 no 的人，对不对？有在申请的过程当中，假设今年我们的申请的过程当中呢，然后这就是 total 来交大申请的男生的人数，我们假设我们有2000人好了，然后我们女生假设我们有1000人，假设好，然后呢录取的男生有多少人呢？有600人哈。600人好，1400哈，然后呢，女生有这个400人，然后有600人这样子，
那总共今年那个交大，今年呢一共我们就可以知道，这个我们常常会看到这样的一个数字嘛，对不对？叫做 two by two table， 就是两行两列叫 two by two， 好，就叫 two by two table。然后呢，好，我们可以从这边来看说，一共有3000人申请入学，里面呢一共收了1000个人，有2000个人呢被挡在交大之外。那在这里面呢，男生呢一共有2000个人申请，有一共有600个人进入交大，女生有1000个人申请，有400个人进入交大。好，我们常会看到这样子。那这个时候我们现在是最怕，譬如说那个现在都要性别主流化嘛，哈，我们就说，那到底交大在收这个学生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性别上的差异？也就是说，男生跟女生在这个进入交大的机会里面是不是平等？我们大家都很想知道这件事情，哈，因为当然这里面背后有这些，但是我们就光由这个数字上面来看的话，我们很想知道，因为性别的关系，有没有在这个进入交大的过程里面有性别上的差异？有没有男生比较容易进入交大，或是女生比较容易进入交大？如果这是一个数字的话，那我们怎么样去？有没有什么工具帮我们判断？那同学光看这样的话，看得出来吗？这里面哈，我们有自变相跟异变相，我们的自变相叫做 gender。因为我们通常 gender 都是我们的自变相啊，自变相通常都是当因，然后异变相就果，对不对？那造成你是不是你的入学嘛？你可以进来交大嘛？好，这是你的异变相嘛？所以我们其实是想要知道说性别，这是你的 variable 跟入学之间的关系嘛？那我们想要探讨这彼此之间有没有因为性别，如果男生跟女生进入交大的机会是同等的话，那表示说学校在收取学生的过程当中没有因为性别而有所差别，不管他是有意还是无意的。好，我们先不要管他是有意或无意，至少我们从现象上面看得出来说，男生女生的机会是均等的，就是客观上面的均等。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从这个资料里面看出来说，有没有看起来好像有一些差异，可是这个差异本身到底能够给我们什么样的结论，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有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那各位同学，你们一开始的时候学的最快乐的那个描述性的统计，有没有办法在这个地方再应用一些上来？因为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 frequency 的 distribution， 就是次数分配，对不对？这个是一个绝对的数字分配。如果要帮我们再看清楚一下的话，我们可能需要另外一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叫什么？我们可以算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方式来帮我们再来看这个表格？怎么样的比例？百分比，对不对？那百分比的话，我们要怎么比呢？我们有三种算百分比的方法，对不对？有哪三种？算百分比就是说，我有一个总数嘛，那我占这个总数的百分之多少，对不对？假设在这个里面，我这是1000，对不对？那我这边的百分比就是说，我在入学的1000人的过程当中，我知道男生在60%，女生在40%嘛。或者这里说，我在被拒绝的人当中呢，我发现男生占70%，女生占30%嘛。你们知道我在说什么吗？那这边有没有问题？当我用这个作为分母的时候来做百分比的时候，我这边能讲的是说，透过我这个列的比例的话，就是60%、40%，这边是100%嘛。那我只能讲说，在所有入学的人当中，男生占40%，男生占60%，女生占40%嘛。那被拒绝的人当中呢，男生占70%，女生占30%嘛。我是不是可以这样讲？那在总申请的人当中呢，男生占三分之二嘛，67%嘛，就30%嘛。
是不是可以？这是一种，这是一个算百分比的方式啊。那我可以把这个三千当成我的总体，我也可以去算出每个百分比，对不对？这是第二种算百分比的方式。第三种算百分比的方式是说，男生当中呢，这个占两千的比例，这个是多少？多少？30%，对不对？这个70%，这个呢？40%，这个60%，对不对？同学，这有没有问题？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吧？就是说我如果要算比例，我要算相对的次数分配，我也有三种算法，看我跟谁来做我的百分比来做比较，是不是？好，那这个我们称它叫这个叫 margin， 这个叫做列的总和，我们叫做 row margin， 这个叫做行的总和，我们叫做 column margin。那我们这个叫做 total， 那我们每一格我们称它叫做 cell， 就是空格吧。那我们这个就是 row， 这就是 column， 那它的那个列的总和我们就称它 row margin， 我们的行的总和称它叫 column margin， 这样有没有问题？这个复习我们前面的描述性统计在教大家的时候所看到的。好，那在讲这一章的时候呢，其实是要跟我们讲说，如果没有因为性别有所差异的时候呢，理论上它应该是平均分配的。假设它是3000的话，就3000除以4，每一格都应该是一样的。假设都没有差别的话，这是一个最没有分别的状况，假设的一个状况。那我们在算 chi-square 检定的时候，其实要做的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每一格的观察到的值跟每一格里面我们认为它假设都没分别的值之间的那个差距来做比较的 chi-square 检定，其实就这样就出来。那一样的，我们有一个 critical 的 valueCritical 的 chi-square 跟我们 obtained 的 chi-square 去做比较就可以了。OK， 所以今天我们要讲 chi-square 检定就包含两件事情。第一个，我们想要知道说，今天这样子的一个分布的过程当中，好，这两个变相，我们今天做的叫做一个 independent test， 好，叫做独立性的检定。chi-square 做独立性的检定，就是说我要知道这两个 variable， 这两个变相有没有成立这样的关系，还是说没有关系。有关系的话，它就是这个就是 independent variable， 它就是它的 dependent variable， 它们两者之间就是 dependent， 就是互依的。那如果没有关系的话呢，他们两者之间就是 independent， 这两个变相是没有关联的。也就是说，如果我假设我的预设是假设这两者之间是没有关联性的，这是我的 independent test。 就是说交大的入学过程当中不会因为性别而影响到他入学的机会。好，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这个两个 variable 之间是 independent 的。那我们的 chi-square 就是在用一个工具帮我们检定说，这样的一个数字的差异本身到底是真的因为性别而产生了入学上面机会的差异，还是说其实是没有影响的，也是一样，只是说我们今天的那个 variable 本身，这两者都是 nominal 的 level 的 measurement， 因为我们就是男生几个，女生几个啊。对不对？我们的 variable 性别下面就是问男生跟女生啊，
我们的入学就是问说 yes 跟 no 啊，这两个 measurement 是不是都是 nominal 的 measurement？ 我们不是算平均数了，我们是算个数，我们这些都是 frequency， 这些都是观察的次数。然后我们刚才讲说，哎，我们可以做相对次数，相对次数我们做完 chi-square 之后，我们再来谈。那我们现在做 chi-square 检定的时候，所使用的是格子里面的观察的次数，跟它理论上应该，如果两者之间没有关系的时候，它的期望次数，你的观察次数跟你的期望次数之间每一格的差距的平方，再除以你的观察次数的总和，就会等于你的 chi-square。所以我们回来看课本的例子，你就会很清楚了。好，把这个理论讲完之后，我们用课本的例子好了。所以 chi-square 检定跟前面的 ANOVA， 你已经混乱到什么？那个 SSTSSB 的时候，其实它的公式非常简单，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公式而已，只有一个公式而已。这个公式就是这个这就是这一张目前唯一的公式而已。会不会觉得太少了？应该不会啦。好，那我们看课本的那个 table 10.3 哈，我们讲到说，这是受雇者的一种的一个 status 啊。说我们有两类的受雇者，一个叫做 working as a social worker， 一个 not working as a social worker。所以呢，有人是当社工，有人是非社工人员。好，我们的那个有这两类。然后呢，一个是有拿证照，一个是没拿证照。哈，有证照跟没证照，有证照跟没证照。有证照的人有当社工的有30个人，然后呢有证照但没有当社工的人我们有25个人，那没有证照呢也当社工的人是10个，那没有证照也不当社工的人呢我们有35个，这是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好，那你就可以看到他的 color margin 跟他的 row margin 哦，他的 row margin 呢是40，这个是60，这个是45，这一个是55，那我们的 total 是100，看得懂这个表吧？就是课本上的图表。OK， 那我们想要知道说有没有证照，跟能不能在这个机构当社工，到底有没有真的从这个分布上面，可不可以告诉我们两者之间的关联性？那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呢？F0 呢就是观察的次数，它的 F 就是 observed frequency， 观察的次数就是我每一格都是我的观察次数，所以我有几格，我有4格，所以我课本上说30 10 25 35，这是我的观察次数。好，问题是我的期望次数怎么算？我的期望次数呢是，注意看哦，以我这一格为例，它的 row margin 在这里，它的 color margin 在这里，对不对？我要变魔术，我要我的 row margin 乘以我的 color margin 除以100，除以我的 n。所以以我这一格为例，是30 × 55 × 100。那请问这一格呢？我的 row margin 乘以我的 color margin 除以我的N， 所以是40，这个我写错了，是40 × 55，40 × 45 × 100。那这个呢，60
乘以五十五除以一百。它呢？它乘以它除以它。然后呢？哎，今天的粉笔怎么了？这两者相减，两者相减，两者相减，两者相减。这边是等于八，负八，负八，八。然后呢，它的平方，六十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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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然后你再把它带入这个公式啊。把每一个值带进来，所以第一格就是，你看哈，它是要 f 0减掉 f 1的平方除以 f 1，对不对？然后它的每一格都要把它加起来，所以我现在所得到的值其实是这一个。然后它的 F1 是这个除过来，然后把每一个值再相加，就会得到我的 chi-square。所以同学在计算的时候，你就学课本上面用这个五个 column， 然后你把它算下来就可以了。当然有时候你如果是6 by 6， 如果我们这个表格是2 by 2， 就四格嘛。那我如果是3乘3就9格嘛，4乘4就16格嘛。然后你就这样一样把它算下来，好，那所以所得到的结果，好，现在又来了，我们的obtain 的值呢是等于 10.78。那同学你就知道下一步我要找什么 critical 的，一样的。那你可以想象我要去找我的 chi square 的表格，对不对？那我一样的，我设我的 alpha 等于 0.05， 这个时候你说老师，那一定有个东西你还没有教，叫做 degree of freedom。那它的 degree of freedom 呢？啊，就是列 column 减掉一，没有，那个 row 减掉一， column 减掉一。以我们刚才这一题，这个就是两行两列嘛，所以呢，就是二减一剩下一，二减一剩下一，所以我 degree of freedom 是一。所以我们去找 chi-square 的 table， 就可以找到我们的 critical 的 chi-square， alpha 等于 0.05， 请问是多少？在我们的 appendix 的 C， 在那个 chi-square table， 在401页，在 appendix C 上面，能找到吗？请问那个 chi square 是多少？3.84。嗯？3.84，大家都找到了嘛，对不对？所以你们会看到上面那个是什么？其实就是它的 alpha。好，所以就找到的是 3.841。因此我 obtain 的 chi square 呢，怎么样？大于我的 critical 的 chi square。OK， 好。然后这里面呢，你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假设检定呢，其实我的 non-hypothesis 呢，我就是假设这个 two variable 呢 are independent。 那我的对立假设就是说这两者之间呢是 dependent 的对立面就是 dependent。所以呢，可见
有没有证照跟能不能在这个机构里面当社工呢，显然是有关系的。 OK， 但是呢，就再做一句话，但是至于有证照跟没证照跟能当社工不能当社工的关系到底怎样，我只能说两者之间会有影响，但它影响的方向会怎样呢？开始有没有办法告诉我们，我们就要回到这个表格本身做那个 percentage，好，做百分比，从百分比里面呢去了解它的一个分布。至少以目前这样观察，可以看得出来，有证照当社工的人是比较多的，然后没有证照不当社工的人看起来也是，这两个对角可以看得出来，有证照真的会影响到比较有当社工的机会。这个是我们要回到表格的次数分配，相对次数分配才能看得出来的。好，那最后一句话就是说，我们刚才讲到说，我们有做三种那个percentage 的那个相对百分比，就相对次数的那个方式。那只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规定，就是说你的 independent 在哪里 ？Where is your independent variable? Where is your percentage? 所以我们的 independent variable 在这里。所以我们就用这一个来做我们的 percentage， 我们就做我们的 column percentage。 如果我的 independent variable 是在 row 的话，我们就用我们的 row percentage 来做，来观察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好了，我们今天讲不，其实已经快讲完了哈。我看一下有没有作业可以让你们先做。你们要先知道作业吗？要哈。可是我哦有，第二题第三二三十。你们先二三十十四，你们先做看看，因为我们在两个礼拜不能上课啊。第十章，基本上你们有能够做，你们就先做看看好了。